来到 Holiday， 我是喜娜。因为周末我们要去饭店玩，韩国最近很流行一个单字，就是 Hongos。COVID-19 的关系，大家不能出去玩，所以大家就会去饭店里面假装去度假。所以呢，我要带简宝去饭店度假，然后那边会有那个儿童游泳池。下个月要回台湾了，想说趁回台湾之前跟小远哥来个三人家族旅行这样子，不想跑太远，所以就找了家里大概开车半个小时可以到的一间饭店。我现在要来准备化妆，然后要准备出门了，你去旁边玩。这超可爱的，因为这间饭店叫 Gravity， 所以它做了一个太空人，超可爱。然后还有应该就是悬裤那一类的吧，Body Wash， 一个不行，吃这个 Body Wash 跟 Body Lotion。Let's spend the weekend here.
I tried to shake it, find a way to get you off my mind。 现在是晚上10点半，我出来买宵夜，因为小野哥刚已经跑过一回，买了肩宝要泡奶的水，然后肩宝我们哄了很久他才睡着，所以我们刚刚有买了一点东西当宵夜，但不够吃，跟实在太冷了，所以想要去便利商店买泡面，想要喝热热的汤。你拿去玩，你去旁边玩，你不要，你不要烦我。你好棒啊，你帮妈妈化妆了，是不是？怎么那么棒的小孩嘞？